我跟秦怀如商量好了，我自个儿就能把手续给办了。 傻柱不会同意呢。不行！哎，孩子们，傻柱把户口本拿走了。我知道他跟我说了，他拿户口本干什么呀？他说他自己就能办离婚证。那你还让他拿？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要离婚。不对，这不是你的心里话。 哎呀妈，您有完没完啊？这菜啊，您自己炒吧。你看，嗨。